非常亲切，虽然我们语言没有那么的通，可是可以感受他满满的热情，所以看到他就觉得哇，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全场上操你大爷，我那个都没有听过，就只有姑娘说不出来哦，我很喜欢你。前面呢工作的关系，所以就一直排到现在才是终于第一次上班，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多慧。那我之前呢就有在网络上已经看到她，就觉得她是一个跳舞非常厉害的人，就很像那种 idol 的感觉，韩国的那种明星的感觉，我觉得超级有魅力。而且我觉得她真的超级会对镜头放电，我应该好好跟她学习一下，因为我是会跳，应该学那个镜头问一下，我不会嘛，我要多多跟他学习。然后我觉得见到他本人呢，我觉得跟影片一样非常亲切。虽然我们语言没有那么的通，可是可以感受他满满的热情，所以看到他就觉得哇，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全场上。那能不能보시는데드디어보게되어서너무좋고또앞으로있을많은경기들을많이기대가되고또오늘경기를했는데바로역전이라서진짜좋았고처음이다는웃는게너무예쁘고귀엽고예쁘냐너무좋아요 我很喜欢你哇我听得懂一点点，他大概说我很漂亮很可爱，超级喜欢我。对对